哇，逛吃 TV 拍完了，本来我就想今天就这样结束了，我们回去做片子去了。对，没有想到刚才碰到一个大哥，送了我一袋鸭舌，你说这不是逼着我喝十八天吗？哇，头一天我就要把我所有心心念念的事情全部都要做到，是吧？他说前面有一家碳烤店，那里会有啤酒卖，因为 Seven Eleven 是没有卖那个的嘛，没有卖十八天的嘛。所以今天我十八天我还是要搞一个的，是吧？对对对对，真是开心。刚才我们就在这里吃阿忠面线，真的很好吃。然后那个大哥也不见了，大哥在前面，大哥在前面，在前面，走那么快，啊，走那么快。Hello， 嗨，你好，你好。哦，前面有，前面。就阿珍面线门口那一块特别特别特别拥堵啊，拥堵，对，特别拥堵，羊烧店了，羊烧店，羊烧店，哦，这个哇，这仙气缭绕啊，仙气飘飘、啊，这个吃了会成仙嘞，哎，他们说现在那个上来了啊，那个叫台湾凤梨，嗨呀、啊，哇，谢谢谢谢小妹妹，谢谢，哇，真的还有鱼啊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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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感谢感谢。这里啦，这里啊，哦、就这个羊烧店啊，这里，你看，这里啦，我从这边走，我从这边走，我从这边走。老板娘你好，那个有没有十八天有没有？来给我们来，你也来一次吧。哦，我也可以，两次十八天。嗯，谢谢。哦，他其实这里坐在门口，这是很带劲啊，哇，很带劲啊。不用位置，我们带回去，我打包回去，两次十八天。哇，发财了，两只十八天啊，拎两只啤酒回去啊，厉害啊！没有了，我走路。先开一瓶。不用，我就回去就可以了。多少钱一共？好，哎，你帮我拿一下，谢谢。十八天，那个是什么啤酒啊？那个八是什么啤酒？一个 BA 啊、哦，这个是什么啤酒啊？这个八啊八啊。也是台湾啤酒啊，是日本啊，日本啤酒啊，我那我不要，我就这个就好了。当然这个好喝，我也知道这个好喝。你神经病啊你啊！回去吃呀、啊，不是，这个回去吃。我靠！哇，你这实在太过分了，老板娘给我拿个杯子好吧？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开玩笑，谢谢谢谢，谢谢了，谢谢你。啊，就不用了。好，走啊，逛回去啊！哇，多喝完啊！走，别喝。谢谢老板娘，谢谢，好。好，现在一切准备就绪。Hello， 去了啊！我在找你，我老是拍照。有人在叫他，哇，躲远一点。千里迢迢终于遇到你了，你上次在我家那边停车，那个什么大埔停车场看市场那边停车，对。好，谢谢。哎，你以为你能跑得掉啊？真的是啊。好，谢谢。你以为你能跑得掉啊？真的是啊。我想赶快回去吃了。我是真的赶快回去吃了。各位观众啊，你们不要走开，我再过几分钟我就走到了。到了以后我就开始吃了呀，开始吃了。行了，那就先到这里等着我啊，等着我。哇、哦，可能也是因为是假期啊，可能因为是节假日，所以这里人特别多，对吧？对，端午节嘛，端午节。但我记得以前来也人多，但是好像晚上我们没有走过这条路，是，对吧？晚上过路妖精太多了，因为我们上次是住在成都路那边，对，所以成都路那边一过来就要叫他们那一帮啊、那帮妖魔鬼怪就把我们拦住了。是吧？有那个老板娘，你说是吧？一屋子的蜘蛛精一样的，哇，来呀，那我们不就进去了吗？不要移情别恋哦。那今天我们，哎，你好，有到吗？哎，好，没事。好，这次我们住的这个地方更方便，就在这个街旁边，我们真的走下来几分钟路就走到了，是吧？对。哦，这个地方就更方便，那所以这一次我估计。
哎呀，这句话到时候丹丹也要走了，我又要重三斤回去，这不是又被他一顿乱骂？没有，你可以说我回去可以做仰卧起坐啊，可以跑步，可以游泳。对，哎，对，哎，对。丹丹，我现在就回房间去做仰卧起坐，做仰卧起坐啊，俯卧撑啊，游泳现在条件不够，那我过会儿。稍微人少一点的时候，我会下来慢跑的。那我跟您交代一声啊，跟您啊，我跟您这个词啊，好，猪八戒。回到房了，我实在忍不住要做件坏事情，我这个带回来了，我实在忍不了了。我发了个图片给 Danny。 Danny 呀，你好啊，今天锻炼了没有啊？你这个魔鬼，你到台湾了，在哪里找到十八天啊？你不是在曼谷吗？为什么有十八天喝啊？台湾朋友带过去给你了。他实在不敢相信啊，我现在就在台湾，我要回他了。哎，对啊，曼谷开了一家十八厅的专卖店啊，下次来喝啊。好了，我要做片子了，做片子了啊，不跟你们聊了，明天见。哎呀，我还是忍不住，他又回了一个消息。真的吗？没骗我啊？哇，我很快过去了。发财了，在哪里啊？在曼谷吗？对，就在素万那普机场啊！你飞机只要下飞机，你就直接能喝到。他们空姐都是发十八天的。你有股份吗？如果你有股份，我要喝股啊！啊，没了，股份啊！股份你告诉你，你只要喝十瓶，他就给你10%个 percent 啊，就给你10%的股份啊，赶快去啊，赶快来啊，赶快到苏万纳普机场啊。还要合股，这种人合股合进来，我们不倒霉了。每天我们生产一共生产100瓶啤酒，他喝掉120瓶。你这种人合股合进来还了得啊？这我们不是亏惨了吗？我告诉你们，你们要是说18天，要是哪个地方开专卖店，千万不要找我们这种人合股，找我们这种人合股，你们完蛋了，真的是完蛋了，这。他说他真想飞过去，拼了我老命呀！如果是20瓶有10%的话，我应该要喝20瓶，跟你股份一样大、啊，跟你股份一样大，对不对？你们听到了吧？所以我们这种人，你们千万不要18天啊，什么跟我们来合股，你们完蛋了！行了啊，那这次就先到这里了。我真的是要坐下来，慢慢的品尝一下，然后喝一下十八天了，真的要休息了。今天连轴的跑了这么多个小时，然后到了真的是，哎呀，真的是觉得就莫名其妙的开心，真的我也不知道在开心点什么东西，就下了飞机以后就忽然就莫名其妙觉得开心，就刚才我在逛车里面我也在拍，我说在西门町那条路上我走，然后旁边那个音乐在那里放，然后我就感觉我在迪士尼乐园，你知道吧？我真的是这感觉是吧？你真的感觉像在迪士尼乐园啊，真的开心。你帮我那瓶摇摇开。我开瓶器没有，你咬一下好了，这有啊，这有，我有开瓶器啊，有开瓶器，哇，我实在忍不了了，他路上就在喝，一路就在喝，真的，十八天真的好，真的好喝，这个真的好喝，我没接业配啊，我也没这个资格接这个业配是吧？这个业配也不敢，这个业配也从来没来找过我们，是吧？以后有机会就把 Danny 叫来的时候。我们喝洗一瓶，给我洗个趴身啊！吓死了！好了，我衣服也脱掉了，打算洗澡了。Danny又回我了，哎呀，真的是！再给你们听一下，哎，不，这结束不了了，这。你知道我在美国多可怜吗？哎呀，我不知道下个礼拜用什么借口给我老婆。哎呀，他还叫我每个礼拜要去跳街舞，跳街舞，真的要我的命啊！跳街舞。里面都是大妈，就是我跟我两个儿子三个男的全部都是大妈，如果有漂亮的女孩子也没关系啊，都是大妈，哎呀，
跳了我都没动力了，都没动力了是。本期节目由木林森国际网路虾皮购物台湾站特约赞助播出。我们木林森的国际上网卡现在在台湾也可以买到了，我们已经开放了虾皮台湾站，如果您要出国出差想要畅享网络的话，就可以在上方的这个链接或者扫这个二维码进入店铺，直接选购您所要去的国家购买这个电话卡，这个卡您只要到了当地插入你的手机即可享受网络。要出国旅游还不赶快买起来呀。各位观众，紧接着刚才我光着膀子的那一期啊，上一期节目，其实你们以为我们过了好多天，其实这还是在第一天，这还是在第一天。我们洗完澡，他也洗完澡了，我们突然饿了，我们突然饿了，然后现在是凌晨1:37，要吃什么？没得选，没得选，料椒开到4:00。我们旁边就是料椒，让我换件衣服，我低调一点好不好？直接换上后甲 T 是吧？直接换上后甲 T 好吧？我靠！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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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这那个太低调了。那个这你这还叫低调？你这已经跟裸奔一样出去了，是人人都要看你。哎，走走走走走。哎，我这片又压出来了，完了！观众朋友们，你们已经看不完了，你们这片子哪里还看得完？哇，片子又压出来了，已经。看不完了，走吧走吧走吧。这个刚才我其实已经到这边来过了，前面那里有一家全家，有一家全家，哎，我到了全家，我进去买东西，一出来一抬头就是料椒。真的真的，我一抬头就是料椒。我的天，那么那个应该就在这里，牛肉面应该就在这里，牛肉面，哎，不知道是哪头门进的，下厨啊，对，肯定就在这里，古早卖曲，古着啊，古着卖曲应该就在这里。哇，真的是哦，才第一天哦，我们真的已经更新了好多天了，真的，哎，中华电信，哦，不是，我们那个是大哥大也在这附近吧？妈，你是在喊话中华电信吗？记差了，你怎么回事？记差了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哎，就这个全家。我刚才来的时候，我刚才想到哦，三八臭臭锅，哎，臭锅都可香了。刚才那个那不开，那里我刚才看到一家店叫肉汁煎哦，哎，那个卖猪血，卖猪血肠的在。哦，不要吃太多了，我们就不要贪多，不要贪多。那个肉汁煎，我觉得那家以后也给我等着，给我等着。哦，哎，来了，离我们来了来了，就在旁边，这很近啊，很近啊。我们找个什么地方坐坐。哎，哎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嗯，来个啥？啊，老板娘还没认识吗？又来台湾啊？又被你发现？Hello， 又见面了，请多多关照。不，初次见面，请多关照。那我们坐哪里呀？我们。突然袭击啊！哇，真的是哦，果然没有移情别恋啊。给我们来两个卤肉饭吧。两个卤肉饭，嗯，我要喝这个汤。哎，我也来个这个汤。我们要找个什么地方坐？哦，那边他们吃完了，那个，我们就坐那边吧。就坐那边，就坐那边，就坐那边。我就吃个卤肉饭，嗯，啊，没关系，那边有位置，我看到有空座了。哇，晚上这么热呢？嗨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我先去看看有什么饮料，我先去拿。哦，先炒肉，好好。我们给你一份，这样我们给你一份香温饭。什么？哎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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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你好，我去拿个鲜炒肉。两个。啊，两个，好。哎，没有鲜炒，哦，有鲜炒肉。哇，回到料椒跟回娘家一样，真的是，哎呦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
真的是回到廖家跟回娘家一样。是好冰啊，你帮我拿一个。是卤肉饭，我要卤肉饭，然后这个，然后加蛋。嗯，卤肉饭加蛋，不要吃太多了。我吃一份那个笋。哎呀，那我觉得也，你怎么能提出这种过分的要求？我就要吃那个笋。笋啊，嗯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那就来个笋，我再来盘鱿鱼啊。嗯，好好，给我们一份鱿鱼，一份笋，那个这个好吃啊？哎，这个比较硬今天。啊，那我就那个，你说好吃就好吃，对对对，好吃的这个。啊，这个圆的这个就是花枝了，对，花枝。啊，这个是花枝啊，认出来了。好，然后再给我们两个卤肉饭，要加蛋的。对。啊，那肯定大碗的。然后那个汤我要。然后再那个南冬瓜，这什么汤？冬瓜汤。好，那个汤再给我们来一个。OK。啊，给我们先做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啊，真的、啊。哎，冬瓜汤好。那还欠点大肠什么来吃吧，好不好？哦，那就不吃了，不吃了。我们就稍微吃点。对，我减肥。吃点青菜吧，好不好？什么？要点蔬菜是吧？啊，蔬菜好啊，蔬菜是他最爱的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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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啊，好好好，好，我们坐这里，谢谢。哇，真的发财了，哇！什么？哇，这条狗真的是。哇，这就是我们俩以后的下场啊！这就是我们俩以后的下场，你再这样吃下去，哇，真的，这是我们的下场。这个到廖椒来啊，我真的感觉像回娘家、回外婆家一样，回外婆家，对吧？真的是有这种感觉，而且他哦，真好，因为他要开到凌晨4点，对，我们想来就能来吃。那个三妈臭臭锅都关门了。对呀、啊，嗯，对，熬不过他。是吧？我跟你熬，看谁熬得过谁。那熬不过的。对呀、啊，仙草蜜们也真的是很好吃。这个东西我上次来我就跟说过，其实对，就是泰山这个牌子，那是多少年前了？我还在单位上班的时候，我出差到台州去，就有这个仙草蜜。我说这个玩意儿真好吃，为什么杭州没得卖？为什么别的地方没得卖？我说这个东西你怎么会不流行呢？到最后还是没流行。但是它真的很好吃啊！台州人是相信这个，就是它里面是仙草嘛，仙草冻嘛。嗯，好吃，真好吃。哇，我们的来了！哇，这个笋，丹丹也是爱吃的，是吧？对，这个很好吃，这个很好吃。我也是爱吃的。这个笋现在是，其实陈老师那时候跟我说，这个笋的话好像是有季节的，有季节时间的，但是。现在好像一年四季来都有，我们好像哪个季节来没有，现在就说明有收工包装了。嗯，好喝。没给我加蛋。我加个蛋。嗯。刚才给我加个蛋。啊，拿过来了，啊，发财了，好好好。发财。把他单独给我装了个盘子。哦，谢谢。拿出来一点，比较好做。哎，好，谢谢你，谢谢。哇，谢谢。感谢。这完了，这又是重，哎，算了，不说了。哇，这个卤肉饭我是真的是心心念念的，真的是心心念念的。哦，怎么那么好吃？要了命了，这个神经病啊，真的是怎么做成？哇，好，谢谢，感谢。真的是怎么那么好吃？廖椒确实蛮好吃的，真的蛮好吃的。是好吃啊！哇！够了吗？还能点点吗？够了，足够。真好吃。哇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叫花枝。花枝。哦，花枝。这个蘸的是什么呀？我不知道，反正里面有芥末，肯定是这个。哎，你好！我刚才跟你拍照了，太巧了吧？你好，是，好巧，拍照。你好，嗨，跟大家打招呼，超级喜欢你们，真的啊！谢谢你，好。他没想到吧？换了一套衣服又出来了。哦，真的是好吃。嗯，
而且他这个芥末没有那么呛的人。我管他呛不呛了，我早就咽下去。再来，哇，这个里面还有肉圆子呢，哇，这个汤给你看看，这个也是每次都点的，是吧？这个汤里面都有肉圆子，这个是冬瓜还是胡萝卜？冬瓜，是冬瓜。哦，刚刚那个老板捧了一个好大的冬瓜。哦，对，哇，完蛋了，都已经快凌晨两点钟了，还这么多人。这干嘛吧？这你应该说都两点钟，我们居然还在吃。你有病啊！哪有自己说自己的？我们当早餐不行吧？可以。观众朋友们在那里看视频，肯定以为你们到了都已经三四天了，你们已经三四天视频更下来了。其实我们落地到现在才八点。九十十一十二一才五个小时，才五个小时，哇！我们出了这么多片子啊，要命啊！真的是，啊，这个卤肉饭我是真的是爱吃了，卤肉饭是真的爱吃了。哦，还有，我们这次会到高雄的啊，老二腿骨饭我会得去的啊，先说一声啊，嗯，来，给我个蛋，老二腿骨饭我已经心心念念很久了。其实，就是从美食的角度来说，嗯，老二腿骨饭就是料椒的小三。啊，从美食的角度，对，对吧？我自从去了老二腿骨饭，我移情别恋过一次，还好现在真的是悬崖勒马，真是悬崖勒马，浪子回头。但是还想混混小三。嗯，因为太远了。对，要是近的话，我告诉你，那我小三家去的可多了，可勤快了。那你像老二在台北开分店吗？老板最好在清迈开分店。不要叫老板娘，我已经工作给他找好了呀，华航的那个贵宾厅里。对对对对。哇，好热，真好热。嗯，真带劲，真的真的。获奖，获奖。你这个冬瓜你吃了吗？我吃了呀。哇，这冬瓜真的太好吃了。我之前没有细的去吃这个，吃的都是肉圆。我冬瓜从小就爱吃的，我妈跟我说我小时候就爱吃冬瓜，那时候还没有牙的时候我就吃冬瓜，所以长得像冬瓜。你在说你吗？你啊，你自己看看是你像冬瓜还是我像冬瓜？你自己看，你自己看，我有这么白吗？哇，你像这个，行了吧，争不过你，你厉害。不不不不不，我觉得你看到他，你想到的是白你。那天，给你跟我说，他说要我到他纽约去，然后他说带我到沙滩边。他们那个沙滩边很多很多穿比基尼的美女，我说哇，那丹尼啊，我说你到那个沙滩边啊，你就是整个沙滩最亮的仔啊，那是很亮的亮哦，那亮的亮，对呀，真的亮。我说阳光照在你头上，那我说能把人眼睛都闪瞎，是吧？真的亮哦。他还不理解，他说哎呦，我年轻的时候是个靓仔了。年轻时候头发这个样子哪是亮仔，说现在他才亮啊，现在他闪闪发亮。完成。完成。这盘我吃不下了。陈老师你多吃点。嗯，这个也都完成了，里面的肉圆什么都吃掉了，那个我真的吃不下。我爱吃绿色的饭。我爱吃，我就说的蔬菜是我的命。好了好了，速战速决，吃完赶快睡，再不睡不行了，明天起不来了。不可以，哪有没有这样的事情？没有这样的事情。你来就免单。不，那不，我以后不敢来了，不行，那不这样不行不行。来，你不来了，不要，要不这个你一定要说，哎，就这样吧，以后下次来，对对对，下次再来了，剩下，来，我们走了。
我们走了。拍一下，大概你啊，拍照拍照。我朋友很鲜，哎呀，一定要只算一半是吧？五百克，一定要算一半啊，可以，那可以。好，我帮你看。好好，谢谢你。好好好。那边收一下吧，他也是庙标米粉摊啊。真的、啊、在哪里啊？什么街啊？中孝中孝东路哦，在中孝东路那边是吧？好啊，我们有机会逛到那边去，我们去吃啦。中孝东路，对，中孝东路啊，那我们走啦。谢谢你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好，过几天见啊，下次再来。真的、啊、哇，主要是做的好吃，做的好吃。好，好，谢谢你，谢谢谢谢谢谢老板，谢谢，拜拜拜拜。哇，你看他看我们，哇，他是一种鄙视的眼光。他的新店在中孝东，我就可以走九遍，吃九遍。好好好，回去这哎呀，我这张脸真的一点都看不出来啊！我，我站这里，这里有点灯。好好好，我回去睡觉了，这真的睡觉了，真的睡觉，不开玩笑了啊！拜拜拜拜拜拜。